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坐落于美国东海岸切萨皮克湾的避风海湾中， Tippity Wichity Island 是一座引人注目的私人岛屿。本期我们将深入了解这座岛屿的特色和吸引之处。Tippity Wichity Island 以其独特的自然之美和便利的交通位置在切萨皮克湾脱颖而出。这座岛屿不仅与圣玛丽河保护区相邻，更坐落在距离华盛顿特区仅90分钟车程的宝贵位置。与历史悠久的文理学院圣玛丽学院相隔仅10分钟船程， Tippity Wichity Island 的开放式设计和丰富的户外娱乐设施使其成为自然爱好者和投资者的理想选择。这座岛屿占地约5英亩，拥有一座宽敞而迷人的三卧室住宅，每间卧室均设有直通外部的通道，主卧室更通过滑动玻璃门呈现出壮丽的圣玛丽河景色。两个完整的浴室、功能齐备的厨房、大客厅和多个门廊构成了这座住宅的精致内部。开放式的大客厅拥有燃木壁炉和大窗户，为生活、餐饮和娱乐提供了丰富的空间，而与美丽河景相得益彰的后门廊和花园则为居住者提供了独特的岛屿体验。此外， Tippity Wichity Island 的设施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带有船升降机的码头、软发射皮划艇和独木舟、温水游泳池以及风景如画的天然小径。坐落在水面以上约10英尺的位置，该岛屿不仅免受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且其平均低潮约为6英尺，可供帆船和汽艇在圣玛丽河、波托马克河和切萨皮克湾之间畅游。此外，物业产权还包括在大陆的永久地役权，横跨河岸的农田有一个码头和停车场，确保自由出入该岛。Tippity Wichity Island 不仅是自然爱好者和户外运动者的理想场所，还具备成为精品岛屿度假酒店的潜力。这座岛屿在过去50年里首次开放上市，现任业主因年龄原因认为现在是最佳出售时机。该岛拥有永久产权，目前售价为$1,995,000。如有兴趣，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